我哋一齊祝楊寶利師傅咧
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好唔好啊？好。咁啊，但要齊整啲嘅喎，好唔好？咁嗱，我講楊普利師傅，咁啊，大家跟住就祝師傅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好唔好？好。嚟咯，祝楊普利師傅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師傅。其實咧，我相信咧，在場咧朋友咧，俾我認識師傅嘅時間咧，一定比我長，因為公道咧，我認識阿師傅嘅時間咧係不足三個月。咁但係咧，一路以往咧，我聽到楊普利師傅呢個名咧，聽咗好耐啊。喺我哋武林界嘅唔同嘅活動入邊咧，我都聽到好多嘅前輩咧，都有同我講楊普利師傅呢個人。咁我嗰晚有偶然咧出席一個武林界嘅活動咧，就認識到師傅。咁啊，我知道其實師傅咧係一位相當之有心嘅人，文武相全，亦都一直咧係熱愛咧我哋嘅武術。佢不但止咧係自己身體力行，去讓呢個武術咧能夠發光發熱。佢更加咧喺不同層面咁樣咧推動我哋嘅年輕人咧一齊參與呢一個武術。我相信咧呢個係相當之難得，亦都好想請大家再一次俾掌聲師傅好唔好啊！而家咧社會咧都特別關心我哋青年人嘅發展，我成日都講，如果社會冇咗各界嘅朋友有一個平台可以凝聚我哋嘅年輕人嘅話咧，其實年輕人咧唔知有咩出路，有啲咩方法，師傅咧佢好好。佢透過呢一個平台咧，讓我哋唔同嘅年輕人咧都可以聚埋一齊，透過我哋唔同嘅運動去達到強身健體之餘咧，亦都推動我哋嘅中華文化。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日子，多啲能夠同師傅合作，多啲能夠喺走訪唔同嘅社區入邊，讓我哋呢個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係得以傳承。最後，師傅，我想都大膽講。如果日後嘅日子有需要用得我嘅，不論我喺立法會喺九龍東黃大仙觀塘嘅直選選區，以至全港嘅立法會嘅事務，我都願意咧係為師傅落力，為師傅出力，好唔好啊？好，我都希望咧，我哋各位武林界嘅朋友咧，都能夠繼續團結一致，繼續咧萬眾一心，去為咗我哋香港咧係發放更多嘅正能量。最後咧，我喺度祝願咧師傅嘅會咧會務興隆，師傅咧就身體健康，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多謝師傅，多謝咁多位，多謝。唔該曬我哋柯創定議員，唔該曬。跟住我哋有請觀塘區議員張其勤議員為我哋致辭，俾啲掌聲。好，唔該曬。今晚就真係相當榮幸咧，可以出席我哋楊普利體育總會同埋就職禮同埋師傅嘅呢一個生日會。咁啊，我同阿柯議員一樣咧，都係喺同一個場合認識阿楊師傅。咁啊，之前咧亦都係聽到楊師傅呢個大名。咁今日咧都榮幸啦，咁啊可以嚟到。咁啊，亦都有啲受寵若驚啊，因為咧叫我講兩句啊，我係完全冇準備。不過咧，一個好開心嘅一個就職典禮啊，再加埋師傅嘅生日會喺度咧，我首先祝我哋咧發明楊普利體育總會咧係會務興隆、蒸蒸日上。咁啊，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年輕人咧，更加多係喜愛呢個發明武術嘅朋友咧，係加入我哋楊師傅呢個嘅體育總會。第二樣咧就亦都祝師傅生日快樂啊！這個咧今日睇到好多嘅朋友都嚟到，亦都有啲我哋咧係認識咗都一段時間嘅朋友都嚟到，咁啊都睇到咧師傅咧係好喺呢個嘅武術界亦都係德高望重。咁啊今日亦都甚至我聽到有好多嘅武術界前輩咧亦都係嚟到，咁啊所以雖然我喺武術界就完全係接唔上邊，但係所以但今日咧都係相當開心。正如阿頭先柯議員所講，我咧就喺觀塘區。咁啊，日後咧有啲咩係我哋喺社區上邊可以一齊去推動呢個嘅發明武術，可以一齊去推動咧一啲青少年嘅服務我哋都係好樂意咧係去幫手。我
覺得咧，夏師傅成立呢個體育總會咧，嗰、那個嘅方向，嗰、那個嘅即係概念咧，嗰、那個係相當相當好嘅。咁啊，都期望咧，將來係有更加多咧，我哋嘅呢啲團體咧，可以一齊咧係服務我哋嘅社會。另外咧，我亦都好驚訝咧，其實咧。頭先一開始咧係會奏國歌，即係唔係好諗得到咧？我哋咧即係呢個體育總會咧都會有呢種咁樣嘅愛國情懷。咁啊，都希望咧，即係喺師傅嘅帶領之下咧，我哋一班嘅年青人咧，可以真係咧，可以對我哋嘅國家可以有多啲嘅認識，對我哋嘅香港有多啲嘅承擔。喺度最後咧，祝在座咁多位咧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Thank you.